大家一起看中间哦，这里面有两对女子，有情敌哇，今天昆西太复杂了。好，先看中间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各位视线麻烦移到左边。好，谢谢，来麻烦移到右边。好，再次的谢谢高艾伦高姐。来，我们请阿香哥一箭双雕，邀请两位才子，最佳原著剧本与十元女编剧，大师级的剧作，谢谢您的加盟，谢谢做了数个月的田野调查，最佳剪辑，还有就是雷震青，雷震青欢迎。上次徐导演说，如果他很想主持人，是我特别想当的剪辑师。好，我们请，来，徐导演要说什么？其实大家一直会问我这一题，就是说金马奖，我现在觉得最想得的、就是、如果八个可以做了，所以因为大家一直问说我真的有努力的想，然后我就想说有三个奖我真的很想拿到，第一个就是剪辑，因为没有雷震青的那个努力啊，我的那个这个所有的入围者不可能入围的。好，然后第二个奖就是那个李英红，因为他是陪我奋战到最后一刻，从一开始就奋战到最后一刻的。然后第三个奖就是被我害到的李时元呐、对，因为没有这个剧本，这出戏一切都是零。是，许导演，其实我没有要让他们访问的意思，你白忙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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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也就不要赶时间了，我们金钟奖你搞成这样的，那就是这个也要赶时间，来，快说快一点，李红有什么话要说？很开心，然后因为我刚在下面听了大家在拍摄的那些心路历程，也蛮有感触的，因为我在做这个配乐的时候，也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可以这样完成这个配乐这件事情。我在做的时候，就像邱泽刚说的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做什么，我没有任何的经验，然后玉婷姐也会就是，因为玉婷姐不会直接跟我讲音乐的这些逻辑跟她的音乐的语言，她会用另外一种，我觉得比较像是感受这个剧本里面的所有的这些细节，然后去融入在里面，所以真的花了一些时间，这跟我平常做音乐的感觉又是不一样，就变成我看了。真的看了太多次，整部怎么大概一个多小时，然后前面还有两个剪接的版本，看到后面可能会怕了这样，然后对，就是花做音乐做到怕，然后看到这些视觉你受不了的，一直在看，对，明白，要一直感觉这个，对，就不只是把音乐配上去，对，不像做自己的专辑，没很自由的，对，谢谢你辛苦了，恭喜你这么接近金马奖，超酷的啊！剪辑师有需要分享什么吗？可以讲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觉得很有趣的是，从故事的发想到最后故事的定案，我们三个女人都是30岁，50之后啊。然后我觉得这样的年纪来看待这些事情，会，所以说我们在剪辑花了很多时间，其实我还蛮享受这种，就是这样的年纪去看待这种处境、这样的遭遇。我希望观众们可以一起进来电影院，跟我们一起讨论说，人世间有这么多的事情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多一些理解，然后多一些同情跟对话这样子。谢谢，我没想你分享的是一些正能量的话语。你没有看到反吗？你一会都看画面看到反，你剪了那么多版本，你才是应该要吐苦水那个，看到吐了吧已经。我刚开始是真的很吐，那我一直骂他。MV 导演这没什么，对不对？他们喜欢晃来晃去。导演对 MV 导演喜欢。他忘了我们都有点年纪，眼睛都不太好。对，是辛苦你了哦，这就是一个磨合的很棒的一个成果哈。好，李编剧，最后您来收个尾吧。我其实蛮意外，这个片被这么高度的关注，跟获得这么多的荣誉，然后我觉得他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，但我其实蛮感谢上帝在这个时间让这个题材被看见，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对他很重要，对，就
就做作一点的话是这样讲，对。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希望那个互加的朋友都可以来看一下，这样。挺好的。什么？他有什么经典潜台词没说吗？玉婷姐在说。没有，我就说其实关于这次的这个事件吧，我觉得比较伤的是名誉对女人来说是很重要的，尤其是老女名节这件事，就是说，对，还有没结婚的那更惨这样。所以我觉得，但他就是我觉得想有那么多的资源，那应该是很特别，就是有人从小就很爱他，才会一直这么的关注他，那他也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。这一切都是过程啦啊！我们问心无愧，做出好作品，回馈观众影迷，就是最大的荣誉了。谢谢吕编剧，那麻烦您站到这里来，跟您的老女人朋友一起站在一起。我们换个位置，大合照一下，不好意思，麦克风请放椅子上。各位朋友，这一家人在这里，我们看到的是金马组合，包括有幕后的三位精英，也加盟了《谁先爱上他》的，他们各自都贡献自己的专业，打造了这部今年瞩目最高的台湾电影，也希望在金马奖大有斩获，票房长虹11月2号正式上映。来，请几位看中间，老板时间一致，谢谢。这台上全部是金光闪闪，希望到时候都有机会上台。好，请看中间偏左，中间偏左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麻烦再看右边。